那没办法，好，我又开了录像，它又卡卡的了。我觉得好像是比那个开了录像要稍微卡一点点。减半了，也应该也没有那么夸张吧。4090，不是显卡的问题，应该。是 CPU 压缩的，我 CPU 已经还不错了。刚好可以玩。说起来，地图我好像，哎呀，神龛，打字机，上锁抽屉，扩展宝藏，妈的，艾什莉，艾妮的艾什莉，仅供出售。我有耳机啊，那推开吗？胡，Lake's gotta be this way。好多钱。别吼那么大声呢，被敌人听见了。哦，哦，搜。明天播吗？播啊，但是明天下午好像没空。可能上午要播，被迫上午上班。还有，行吧，死心了，进不去。推死那个牛吧，啊，推那个死牛吧。不会有大石头 QTE 吧？我 PTSD 了。听到前面有声音。Oh shit！还好没走过去。这哥们哪出来的？是这儿吗？也不是这儿。就这儿跳下来了吧？说话轻轻，家人睡了。
哦，原来是可以走啊，我以为走不过去了。见周岩。快递玩了一部分，但是又放下了。哪个游戏发售就插队，没有游戏就送快递。这里我记得原版有蝙蝠的。不会有捕兽夹吧？哎，现在也有蝙蝠哎，掉了，还掉东西吗？我操！浪费我子弹。这人应该是扔爆竹的大爷，大妈慌忙跑过去，不知道啥意思。他看到我了吗？不应该啊。哟，你还躲子弹？没忍住。对啊，应该让他们过来撞。完蛋了，我亏了一个亿。Holy shit！ 哇，被这个暴虫呢，看来抓到了，还是要挣脱一下。被阴了，这次我知道了。妈的！
妈的，这儿夹子太多了吧！我的屁股。这条路上到底有几个夹子？吃个蛋，吃个绿草。这狗日的，他们躲哪儿呢？掉了。这人呢？有点亏。子弹不多了。直接打手雷，手里雷就行了，打头不也一样，只要打一下它就掉了，掉了就炸了。你妈的，我差点被他暗杀了。音乐停了，说明没人了，是吧？咸鱼，一场踩满夹子。那个大妈好像，其他人的明争暗斗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他一直在这儿钓鱼，拿枪啊。平着滑，哦，懂了。里面是路易斯，有的就在草里，刚才那个就在草里。哎，这个地方往湖里打鱼会怎样？会不会触发那个东西？我倒是不担心触发，我担心的是打了半天子弹全浪费了，没触发。大暗杀大妈的屋子能进去是吗？发条儿声。Holy shit！ 怎么这怎么进去？哎，忘了。
终于还是把这个给踩了，他妈！发条是？哦，这儿进去，原来如此。渡鸦是吗？哦，这个东西是吗？那个反派的造，那个反派的反。游戏当中的第一个奖杯，这搞得好像能出去一样。这个，他应该在这儿用炸弹扔我是吧？就是那个人。萨拉扎，他叫 Salazar。这个应该没东西了吧？要进去救路易斯了，救出来把他弄死。这个钥匙，这个地方的场景改过了，改了不少。树上还有鸟窝吗？哎，真的有哎！我记得路易斯门口那个树有个鸟窝来着。哦吼！This the place? 我操！蹲下，一屋子炸药线。我操！怎么是低的？不会炸吧？这谁？看一眼就获取了。李阳用 3D 的视网膜照相机拍下了这个文件。What's that noise? 大佬们好。这还有一次耐久，刚打到城堡还能回村庄，不可以了吧？应该。这个极限的小刀，要不然是，哎呦操！被发现了，被发现了。哟，怎么样背后？
哼，想暗杀他一下，没有成功啊。还有别的东西吗？生化是线性流程，不是开放世界，不可以乱窜。后面还有军事基地呢。对呀，它怎么是这个东西？以前关在书架里，我记得。衣柜里，不是书架里。哇哦！这是没来过的新场景。这你要是没玩过这个游戏的话，看到这个应该挺瘆人。一刀扎进去，管他是谁。他这样拉一下胡子会撕掉的吧？ Really wanted to talk. How observant, señor. Now, say, you got a smoke? You know those things will kill you. Oh, well, maybe just untie me then, huh? Joder, not this guy. Who are you? Just stop right there.完，哎，这个好像是不是改的不太一样了？原来是这样的吗？一下子有点忘了。好像是这样的，好像是这样。然后醒过来以后，他俩背靠背绑在一个小房间里。标准1小时12分，死亡一次，命中率70%，受伤次数17。Sacrificial lamb, you will receive our most sacred body. It begins now. Oh, what the fuck? Hey, stop it. Hey, Yankee, got your name? Leon.Quiet, type, eh? I'm Luis Serra. Guess you, me, picked the wrong spot to vacation, eh? Hey! Stop it! You move, I move. And I'm beat up enough as it is. I can see you're thinking. Bet you've been in spots like this before, huh? I guess. You're here looking for someone. One more guess. Maybe.Some missing señorita? Young girl? Talk. Now. All right. See. Heard chatter about moving a señorita. Moving her. Where? Who knows? But later. Saw some men dragging someone to the old church. Ah, hanging with you.Not healthy. Where?
We're not done here. Later, amigo. 原本是背靠背，然后那个人进来劈了一刀，把他俩劈开了，还挺准的。Citizen， 谢谢 Citizen。Condor One to Roost， I've located Baby Eagle. It sounds like she's being kept in some church. Great, that's good news. I heard it from this guy I met. Said his name is Luis Serra. There's something fishy about him. I need you to run a background check. We'll call Condor One. I'll see what I can find. In the meantime, make your way to that church. Right. I'm probably due for confession anyway. Condor One, out. 那没有第二张上来没装备，好像也很合理啊。这很合理。一个绿草，拿个铁锹也行啊。你拿铁锹不比你空手强点？原版那个有点过于浮夸了，是不是？过于浮夸。我操，下不去吗？抓鱼了下去。这是护啊，捡把刀，行。R，他现在才教我。没有手电筒。Shit！ 骂骂咧咧。这边有一个，这边好像没有人。暗杀的教程。我操！又。捡一把菜刀，又掉一把菜刀，这是什么东西 ？Hey, that's my gear. Oh, nice. 开门的时候为什么要？啊，杀老鼠也是任务，是吗？那这先接任务才那啥吗？招架，然后呢？耶！怎么样？加载上一个存档点。痛死我了！
老鼠的行动轨迹是固定的吗？你吃。两只，我操，那么多菜刀，就怕你过不去是吧？哟，谢谢提醒，我已经拿到了。那还有一只鼠嘞。应该先去拿装备吧。Shit， 没有那么简单的。好，看到老鼠了。我操！没事儿，没事儿，他确实是没看见我，因为他的目光是向上的。他目光向上的呀，就我蹲着的，没看见不是很正常吗？这也行，这确实是行。小编也很惊讶，但他确实是行，那没啥说的。来，开了开，不会回去的时候刷人吧？我操！好好，来了呀，耶！I'll be taking these back。我操，全摸了，全摸了。这个门还在关。我操，小刀突然富裕了起来，让人有点不知所措。血要不回一个吧，吃个哥哥下的蛋。地方有点别扭，怎么样让它不别扭？做一个喷的子弹，喷子弹最多贴多少发？没事，子弹还有，放得下，没事，不用着急，不是什么大问题。哟，这不伤人？
stranger. Who's that? Hey, 这不是那个地方吗？第二章开头的那个，这个。Let's do some business then. Aye. Aye. Follow me. What a boy. 哦 ，rifle， dragonfly。Care of a request, did ya? I can tell by the look on your face。我操，他怎么那么纯正的英国口音？那是怎么回事啊？原版的那个奸商还是李阳的声优配的。I see you took care of a request. Well done.Welcome. Nice work. I got something new for you. 交换是什么？哦，一个鉴定师，哇塞三！这个黄草那么贵。We like our herbs, we do. Heal a man, kill a man, they do.啊，这个笑声就对了。黄宝石、激光瞄准器、惩罚者。嗯，不是先买藏宝图吗？这个惩罚者就不买了吧。这个是不是没用？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he price, well, that's our choice to make. 荒岛加血量上限，我知道。这个猎人小屋钥匙应该没用了吧？他既然出现在这儿，就说明他没用了，对不对？珍珠啊，它可以全都勾上，这个就是可以直接卖掉的，这个也可以直接卖掉。酒壶可以装宝石，对啊，这个也可以镶宝石，这个不卖，宝石不卖，酒壶也不卖，枪不卖。 Time is money, mate. Mate.这个手枪子弹跟这个手枪子弹有什么区别吗？嗯，为什么这个一发，这个21发有什么区别吗？哦哦，我懂了，那个是个挂坠是吗？这是个挂坠。Well struck. 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 调教，威力提升。A well-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 friend. 9000。喷子，射你啊！射速，上天速，容弹量，还有个五边形啊！我操，好贵，10000，真贵呀！提升耐久度，修理2000，要不要修啊？先不修啊！这个喷子肯定会被淘汰的，是的。但是手枪也会被淘汰，那怎么办？你就不升了，就让他去。哎，忍一忍， like, 用完再修。说的也是，
小刀的威力可能不用吧，小刀主要也不是用来干这个的。要不手枪威力修一下，这个我觉得。我操，方块是啥？武器对比啊。See how that feels, mate. 嗯哼。Fellow like yourself, 手枪要省一点，后面把它卖了就行了。哎哎，这个喷子就不省了，喷子应该会卖掉，而且喷子主要不是用来干这个。Could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它的升级区别就是多一发手枪子弹的血。第二张，刀是一劳永逸的，是吗？弓弩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操，空间不足。All my wares are in tip-top shape, I assure you. 跟本品免单那么好。盒子还没买。学会使用物资大及小刀合成弩箭。弓弩枪。那狙不买吗？A bit more space never hurt anyone. Perfect size for you, stranger. 一万二。学会物资大及小刀合成弩箭。弓弩枪的弩箭可以回收。哦，Wilden, what can I do you for? 要干啥来着？合成是吧？哦吼！还可以像这个吗？这个一边一个，就红一颗红一颗蓝就完了吧？这个方的好像不太对劲嘛，嵌不上去的。啊，这个是可以红蓝放两块方，可以放一样的，那不是价格低一点，有区别吗？这个？价三千，单卖是多少？按方块看倍率。相同的还贵一点，1.3，三同色。Fuck you！ 最牛逼的是五颜六色，原来如此。还好没镶第二颗。那红红绿是多少？哦，我懂了。红绿是 1.1， 那红红是，那我刚才那个那一串是五个是吧？那五个应该怎么算呢？那五个是三种颜色加两种，要么是顺子一串全是一个颜色，这个很难，要么就是三个红加两个绿，是吧？这样比较划算。嗯，
可惜这个就只能装两颗，所以就装两颗红的呗。还是装一颗，能抠下两个，想装两颗蓝的来。哦，可以移除。原来如此。一二三四，这个是四个是吧？可以扣下来。四个的话就是红红绿绿了。我操，那这船可以卖掉嘞。对对对，那把项链卖了吧，项链红红蓝蓝哎，爽到了。四种颜色也就是1.6，两种，2+2是1.5啊。哦，不行，需要方块宝石。哦，对哦，需要方块宝石。那怎么办？完了，纠结了。因为红宝石是可以跟方块红宝石组合在一起的，而蓝宝石它没有方块的蓝宝石。是这个道理吗？所以说的话，把两颗蓝宝石嵌进去会更好一点，因为在那个项链上面还可以让红宝石和红宝石组一对。这个黄宝石有点蠢，居然还要渐进式去换。双同色加成，这样的话就可以卖掉了。Welcome. 无异色是双倍。I'll buy almost anything. 买公主还是买这个？Pleasant.可安装并射出东西。选择像个都要，两个都要，操！你丧心病狂。说起来，我还有这把，不对，这把不是这把，这把，对吧？Ruby's all rubbish,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he price, well, that's our choice to make. Why not try your hand at a new gun, stranger? Might save your life. 这个现实优惠后面还有吗？没了，这样的，操他妈！那可能还是要买剧院，你省4000，呵呵，省4000。
We saw enemies, sweet dreams from afar, with a bullet straight through their heads. Go on, take this as well, free of charge. You're a man of good taste. 钱也不足，资金，资金倒是差一点点就买。Good things on sale, stranger. Wow.A well-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 friend. Wilden, what can I do you for? 不，我坚决不卖红绿草，你他妈赏银冰块，不要忽悠我。啊，100块钱就够了。Anything else I can come back? 也没有地方放吧，买了以后。差不多就这样，存一下睡觉。行。确实可以玩半个月。